你搞到多大？新北？当然看新妇啊。那是讲真正要结婚，嘛不是袂用的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绝对袂当甲大家斗做伙。有的大家阿母生计要管，阿母的事业嘛要管，你迄后头厝的代志哦，嘛要管啦。嘉莹姐，应该甲你看。讲到你的代志，我一定爱给你一个交代。即马讲这迄拢无意义。哪里？哪里呢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泡阿仙。我去找客户，代志讲煞就转来啊。你这无问题吼。好，曾律师，我知影，我拢记落来啊。我会马上甲公文送过。这拄出去，这你见就转来，一定是袂记你找物件。你来伫遮，看看人咧。嘉莹姐，有来甲你看。安尼哦。阿姆，你好，你好。阿金，歹势，我等到你回去温话，我已经娶我的属性。因为华莲要回来台北迄天，我就知影讲你袂搁倒转来，永远永远拢袂搁倒转来。爸爸，我要跟珊珊老师住。好啊，来。珊珊哪会甲小狐狸甲因爸爸做伙离开啊？小狐狸爸爸，我不管你即马对珊珊老师有偌济好感，拢请你马上放弃，想要追求伊的想法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哪日咱两个人就公平竞争？那个囡仔是查甫还是查某？查甫囡仔，假使你若有找到伊，请你替我甲讲一声实话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我见过你，卖笑笑口口，因为伊是我江宏杰的查某人。你若是想要甲我抢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你出来。我甲口口住做伙即阵嘛，嘛无听伊讲过江宏杰的啥伊。你，我想你认清事实。我会伫咧 Coco 的房间内底，我甲 Coco 的关系就是你上无想要知影的关系，事实就可能干净。勇气，拄只你甲江宏杰讲的，感情真拢是你发自内心的。Thank you.